前两局中立兄弟呢是敲出了三杆打攻下了一分，这个球打成在二垒方向传出去了，哇，果然是安打率很高啊，或许可以考虑不要短打，直接正常打，目前为止他们的战绩也相当的好。哦，这个球打出了在右半边，落地时间才打，而且一张跑者在提前起跑的情况下，现在已经是马不停蹄的上到了三垒了。打跑战术，成功的一个打跑战术。对，这个也或许就是前面周教练所讲的，可以跑起来打了。对，可以多用。对，边过来边跑起来打。对，要跑起来打，让他们的脚会觉得很灵活。哦，这样的话，整个队形呢会。攻击的一个策略会不一样，这就是跑起来来打的一个效果。你在先跑以后又能够打安打的话，那个效果是加倍的。